自21988元的大疆玉山一代平板，有老铁们户外拆箱试飞一下。来，我们打开这个彩盒，这个是多功能的一个收纳包，我们把这个飞行器全部东西拿出来，这个包就价值2000多。打开，满满的一包啊，这个是一些一整配件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飞行器，然后这个是带皮遥控器啊，这个带皮遥控器单独买5999，这是我们的电池，备用2颗电池，加机身总共就3个电池，然后这是充电管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配件，这是我们的充电试飞器，然后还有数据线，然后里面还有备用螺旋桨，然后里面还有指导说明书，这个是一个 ND 滤镜，打开给老铁们看一下，是大疆玉山啊、原装的4个 ND 滤镜，大家在强光的环境啊可以装上个滤镜。好，现在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我们的飞行器，来，我们取一下它的一个镜头保护罩，这个保护罩就像一个口罩一样啊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机子啊，这个镜头是个双摄镜头，底部是一个3/4英寸的哈苏镜头，2000万像素，上方是一个长焦镜头啊，可以支持28倍的一个变焦能力。这个前方是2个鱼眼低焦镜头。来，我们展开飞行器，后方也有2个鱼眼低焦镜头，上方有2个视野传感器，底部看一下也有2个鱼眼低焦镜头，这是它的红外传感器，这是下方那个补光灯啊，全身都有避障器啊，现在玉山升级后可以支持全方位的避障，外观是非常炫酷的啊。然后后方是它的电池仓，把电池取出来，这个电池一个电池可以飞46分钟，来把电池扣进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重点再看一下这个带屏遥控器，这个遥控器拿起来是非常有手感的啊，把天线展开，然后后面是它的一个摇杆，把摇杆给装上去。哇，这个遥控器拿起来啊非常棒啊。来，开启遥控器，短按长按，这是档位的切换按键啊，然后这边有一键返航按键，然后多功能自立按键，然后还有这一个暂停按键，这边是它的录像按键，调节我们的摄像头角度，还有变焦的过轮，还有拍照录像按键啊，这个摸起来手感非常棒。后面还有 C1、C2 的一个多功能自立按键。好的，遥控已经开机了，我们再把我们的飞行器开机。飞机开机在这，短按长按，等它开机。开机过后啊，它会自动进行启动，马上进入我们的图传界面。好的，这个时候画面已经传输到我们的手机上，已经刷新返航点，给老铁们现场试飞演示，一键起飞，走。哇，这个飞行姿态非常棒，来下降一点，旋转，效果非常棒。看一下我们的画面，镜头上下调节，3、2、1，走。这个机子可以飞15公里，500米高，续航时间46分钟，画面非常清晰有效啊，跟车个人拍摄都是非常棒的啊，出门旅游可以拍照片。想瞄这个无人机，来我直播间直接走了。